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火化炉是指用于对遗体进行火化功能的设备，属于焚烧炉的一种，主要分为简灰式火化炉、平板式火化炉、炉条式火化炉。由于现在火化炉都使用柴油作为辅助燃料，故通称为燃油式火化炉。火化炉通常包括主燃烧室、再燃烧室、烟气处理系统、供风系统、燃烧系统、电控系统、遗体输送车、取灰及冷却系统等。根据大气环境质量标准规定，按不同环境地区安装不同质量等级的燃油式火化炉，其安装使用地区规定如下：优等品一般安装一类以下地区使用，二等品一般安装二类以下地区使用，合格品一般安装三类以下地区使用。